每年踏入三月是马来西亚吉打分会人文学校开课的时期，在人文学校里教导的不只是礼节，更注重人文精神，希望孩子都能多学习以付出。小菩萨们在学佛行礼上学习放掌、合掌、向佛陀行三问训礼和打手印的正确姿势，班主任和队服们也不忘在旁指导，小菩萨认真地重复学习。另外，老师还教导用餐的礼仪，小菩萨们携带各自的环保餐具，学习用餐时需龙口含珠、凤头饮水，用公筷母匙来取食物。去年他来了，不要抓东西，不要抓什么的，不要，人家叫他抓他都不要抓了。那今年他来了，他要抓来了。意思说有一些，有一点进步，有点进步。然后就多带几个，就带一个小的女儿来了。我觉得是会来一个环境，一个一个磁场了。每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连久而久之，我觉得多多少少他有那些种子在他潜移默化。爸爸妈妈就一起来，然后就回去就一起。一起了，因为观点方面，因为我们价值观方面会比较一致了。欢乐的跟着师姑们唱起慈济小菩萨的手语歌。希望这一天美好的开始能让小菩萨有新的体验。大爱新闻黄碧华、黄绿本、谭如卓，马来西亚吉打采访报道。